morning. 啊，早安，好睡哦。等一下准备要去看金沙了，看金沙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擦防晒，所以呢我们决定就是要早上6:30就过去，等一下半个小时解决这个回合之后呢再回来着装啊，镜头都起雾了。那远远的看到的那一片呢就是看金沙的地方，我们呢就是刻意要住这么近，给他走过去，希望可以看到咯。嗨，现在是早上的6:30，准备要去看金沙。他们的便利商店，那早上昨天就来逛一下了。太阳没有很大，在教室但是呢，因为我们住在附近，所以我们就先付给我们饭店的那个 board， 然后他现在在发那 life jacket。Thank you。下来了，准备要出发了。爸爸跟妈妈没有要下去，就是坐在上面这样子。好，直接上面直接按。好，你就放下去吧。我们借到的分水镜是5、5、6而已。This one's gonna get wet. 啊！发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这个，不能放到手套上面。耶！好。Where are you from?China? 台湾。你好。Hi. Hi. Where are you from? Italy. Italy. Italy where? Sicily. I see. 这个菲律宾才独有的螃蟹船。就是他们会架这个木材在那个小小船的旁边，然后就会很像螃蟹一样。我们会一些，会一些。你们打算穿这个来着？真的是很像狗狗哎，都在喂它吃东西。准备要下去了，你们很紧张有没有？好了，我们现在准备要下去了，有点紧张。然后呢，拿着这个分水镜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分水镜，所以就一镜到底。好，会更紧张。给妈妈了。
史上最痛苦的一次浮潜，呼吸管有够烂的，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要带自己的呼吸管。然后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排水的呼吸管，所以你会不断的吃到水。哟，我们累死，忽略它。这个细胶早就已经不贴脸了，然后水就不断疯狂跑进去，穿着他们 life jacket 跟这个，哇，太痛苦了。不过但是真的还是很不错，好大条鱼在旁边。对，好大。大到离你超近，那它上面有写说什么要距离几公尺？可能你根本这样只有差一公尺的距离。而且还有人在手臂圈内，你看。而且水没有想象中的冷。哦，对，这水还蛮温暖。对，声音真的有点没松，一直卡住，好不爽。救生衣太大件了，所以它你很难控制，它就会一直打到你的那个脸，这样子，喉咙这边卡住。所以我后来把救生衣脱掉，我觉得游泳感觉会比较舒服一点。带自己的面罩，带自己的呼吸管，这个是最重要的。Yeah, how was it? How was amazing. It? Amazing. Perfect. Perfect. I feel so tired already. Yeah, me too. Yay! We finished. We finished our target. This, yeah, amazing whale shark. Okay, nice Thank to you. See you. It's nice see you to have you. 已经感冒了。疯狂打喷嚏，鼻子臭。疯狂打喷嚏，耶！Yeah. 此行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行程，我们第二天就把它完成，已经可以走了。拜拜。你的速度玩什么？有看过金沙 ？OK， 那就玩到了。好了，可以回家了，可以回家了。没有拍到你打喷嚏，你再打一次。超难的啦。你看他，你看那个女生，超难的。